要说三二一啊！我们的口令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没关系，该说不说帅是帅的。开头那个姿势特别帅，哇！好，来，弟弟进攻。哎，跳好了，跳好了，来啊！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好，来，文俊辉继续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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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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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吧，扑！三，看见没？漂亮！看见没？漂亮！漂亮！哎，挡住了，挡住了！发回一城，挡住了。丁程鑫拿下了一分，然后呢，孙一刚挡得也很好，恩熙也扑得很果断。现在双方比分1-1。好，现在文俊会进攻，进攻来准备。三一看这边，三一看这边。哇！三一看这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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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挡得好，挡了一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稳了，稳了，都稳了，都稳了。现在2-1，丁程鑫拿到第二分，文俊辉继续进攻。文俊辉来拿下这一分，来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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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一看这边。我的头都快中了，三一看这边，漂亮，漂亮，可以可以，2-2追平，哇哦！我们在旁边看的人都好有点心脏不行，都看不太懂了，太难受，因为他们好快，快的不行，而且来回很多次。可能最开始设计这个游戏是想要达到这种效果的，但从来没有玩到这么快过，对，这是我们的问题了。啊，第一轮没有补上的补了，现在放松量绝对够，好不好？好，够，好。现在来，丁程鑫进攻，2-2，来，来，下好了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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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，漂亮，漂亮，还抢那个，你们两个人还在那边吵，不许打，不许打。不许打！你还虚晃一枪，恩熙太逗了，他想用那个打我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跟你说发生什么事情。恩熙第一反应他是拿这个，他拿这个之后呢，然后孙怡就不干了。哎，我该用这个，他就抢，一抢又劲大就打到你，然后这时候他反应过来了之后又开始泼了一下。好，现在3-2，三比二，丁程鑫领先。现在文俊辉进攻。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。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过，看这边，过，挡住，挡得好，挡得好，挡得好，哎，两边挡的都非常好，哎，真的。现在比分交替上升，3-3，3-3。现在丁程鑫进攻，啊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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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边，漂亮，看这边。过一下，挡是挡住了，全流下去了。你过脸可以。AC 就是主打一个，我就算慢，每一杯都不能落下。对，一滴都不能剩下。好，现在呢，场上比分4-3，已经来到赛点了。还有文俊辉要把握住这次机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塞这边，塞这边。哇，塞这边，哦哇，哦哇，
一击即中，现在四平，4-4，只要再拿一分就可以决定这一局的胜负。哇，好激烈，好激烈，给苏醒哥一点面子吧你们。我跟你说，他们的脸到现在几乎都是干的，这种感觉真的。苏醒都还在滴水。对。好，来，现在4-4，丁程鑫进攻，成败在此一局。来，对，大爷看这边，大爷看这边，大爷看这边。哇！看这边。哇！哇！恭喜丁程鑫！丁程鑫拿到了最后一分，帅！然后孙怡非常成功的继续挡住，左腿右腿各来了一遍，最后一分左边不够，右边还得够。好，现在首先我们要请蓝队的朋友来选择你们的刮刮卡。好，首先我们老秦已经非常快的选择了一个，他在上一把一击即中，这一把没事了，他没事没事没事，太快了吧。雪琪苏醒找到了 JJ 头像卡。哇，我看到一个，哎，没有。哇，又中了，恭喜恭喜。小野，这次我再问你，上还是下？上。上是不是？好嘞。他拿的下。不知道。跟你说了拿上，又没有听，结果这次对了，人家都给你选好了，你非要拿下边的。所以林俊杰说什么不重要，张远就是没有。好，绿队请上场。我感觉我在瓜中我也必合唱了哈，期不期待？期待期待。待会中场休息我练会儿歌。孙怡俊辉瓜中了林俊杰头像，恭喜恭喜。这个你帮我选一个，帮你挑吗？对对对，好，这个这个好，来来刮。哇、哦！绿队全中。哇！我练歌去了，等一下。好，不着急哦，林俊杰还会在这四个刮刮卡当中选择三个分给他们三位。再给我分三个。加分加分题。我九个，我拉满。我下一趴不录，我直接练歌去。这个吧，这个给谁？这张给谁？就给你吧。这个给杨迪。迪哥，迪哥、啊。这个给谁？这张给孙怡。好，孙怡。好，孙怡。还有一张，俊辉。好好，下面来，我们首先揭晓孙怡拿到了这一张是两分，两个头像。俊辉，来吧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哎。文俊辉几个了 ？Sorry， 你哎没有哈。好，下面杨迪上场，有吗？哇！有吗？哇哇哇！三个，九个了，三个。迪哥必唱，天哪，杨迪你自己去唱好吧，杨迪。你快练歌好吗？那些我练歌去了，我真的要练歌去了。满分满分满分，就是我了。抱歉，歌手们，歌手们，我那件衣服给你穿好不好？